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和平、改革、发展是中东各国的普遍的需要。为地区活力之源，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我们支持召开新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支持探索创新中东促和机制，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推动巴以和谈尽快走出僵局。企业家论坛等机制，企业家论坛等机制积极推中阿合作论坛在推动双方加强对接方面大有，让我们发扬丝路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朝着目标前行，为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设中阿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